嗨，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晚上继续来实况我们的多重宇宙，没错，耶！我们今天就来继续生存吧。首先，我要先来吃一点面包。我们现在的橙橙有这些 EMC 呢，就是我们的橙橙。我们要多少有多少，但是目前没有钱，非常穷。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来尝试的开始制作我们的超级厉害的等价交换武器，来吧。能量聚集器先做这个，我记得东西，这个东西蛮贵，这个做出来总共要，哦塞，oh no，那基地暂时在外面，我现在被关在外面，救命！他现在走了吗？那个基地暂时走了吗？讨厌的东西，哦，还在那里啊！我们先不要出门，我们待在这里就会很安全，我们先不要理他。首先啊，有点紧张，他在外面，害得我有点小紧张。首先，我们要先来做修复护符，我们先来做低等共价粉，我们总共需要做到三种。修复护符，这个护符呢可以放在腰带上，随时随地呢就可以修复我们的装备。你看，它会慢慢的增加，对，它蛮方便的，装在腰带上。然后呢，再来下一个东西是我想要做充电器啊，也就是这个电池，这个比较贵。莫比乌斯的话是煤炭在身上去的东西，比较贵。那我们没关系，我们来做做看。先从四个开始，可以先升到第一个莫比乌斯炼金煤炭。然后这个炼金煤炭，我们再把它丢进去，然后再拿出四个，就会变成有一个入的莫比乌斯燃料。呀，莫比乌斯。然后呢，再丢进去，然后再一二三四，它会越来越贵，我记得会变成白色的，对不对？OK，永恒燃料，好，烧掉。OK，我们只要做到这个就好。然后我们来做莫比乌斯的爆破星星，一个 TNT 可以做有爆两个爆破星星，然后一二三四四个爆破星星，非常好，有了这个毁灭坠石。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炼金术士，对，我就知道，我就记得需要这个东西。炼金术士箱需要一颗钻石跟两个石头跟一个这个。OK，我记得我们还需要做一个黑洞戒指，这样的话东西才可以放进我们的包包里面，对不对？好贵哦，好贵你，要修过你够吗？可以了，炼金术士箱丢进去，再丢进去。我记得反物质也蛮重要，因为它可以帮我们东西充电。那我们就做出一个反物质，OK，perfect，把它放在这里。有了，然后我们要做电池，我们来做电池。你们知道这个等价交换的等级啊，它是可以像我们之前那样突破到最高级的无限。这个箱子有了嘛？那我们来做一个黑洞戒指，黑洞啊，不，我们要做电池，我们要做电池，四个钻石加莫比乌斯，有了一级，然后放上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充电。我们可以放任何想要的东西给他，像两颗钻石就可以烧掉，烧给他。我是17万，我可以做黑洞，这不行，这个要28万。好，没关系，那我先做包包。有了。炼金术士袋丢进去，拿出来，有了，看到没有？这个空间一次就给你这么多。我们今天的小小目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对，开到这么高。然后呢，我们要来尝试把我们的这个东西放进去。我记得它自动转换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天堂密度宝石嘛，对不对？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们干嘛？怎么那么多？一眨眼而已，Hello，你们是把这附近的都走开了，臭小孩！蛇啊，好大哦，你比我上次看到那个还肥，走开，哎呀，寄生虫，好肥哦，这个比我上次以前玩的还要恶心，为什么啦？哦不，我什么东西？是不是有东西在咬我？蜘蛛太小了，完了，它是安德猪，完了，哦 no，完了。寄生虫在我身上。好了，那我们要怎么对付那只蜘蛛呢？哦，它好快哦！好极了，太棒了！我遇到了一个会穿透的蜘蛛，救命！我拿钻戒，这个退回去，走开！我看你是不懂，掉什么？Ender Shard 什么末影碎片有80块，有840哎，它好贵哦，我喜欢。地狱的话有精力，精力的话，值钱的东西比较多。然后我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地狱的那个
地狱的那个叫什么？好像中介，那个叫什么？荧光石很贵。然后我记得他的那个石，那个这个什么石英也很贵。对，我记得他的东西都蛮贵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地狱开始下手。那我们就从地狱开始下手。我在想会不会几乎挖到那个什么那个玉髓、欸？玉髓很贵，那不如我们就挖挖看可不可以夺到玉髓嘛，对不对？哎，玉髓挖到了，挖到了！这一颗有多少钱啊？哎，没有烧，好像不知道哎。看一下，一万二，一颗就一万二，吓死谁？呜呜呜呜，遍地岩浆。哎，又挖到了哦。哦，发痛！小心！我想把能量都用完了，但我挖到两个玉髓了。哦，完了，我是会死啊！啊，会，我会死，好痛，好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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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喷的范围不大啦，东西都还在。对，好险，好险，炼金包包都还在。其实炼金包包不会消失，它会永远的储存在我们的心中。对。就算你坏了，你再把它做回来，它还是会回来的。对 ，OK， 感觉收获还不错。这样的话，总价值应该也有破个几万吧。我的，其实我腿上这个钱就已经那个了，很贵了。我光是金就已经这么贵了。好，走，我们回家。这么早就挖到玉髓，超夸张。这个一万的人。进去玉髓，你有看过玩到没几集就可以拿到玉髓的吗？才玩那么一下子而已，我进度超前，我就拿到玉髓，好爽哦、啊！那么我们就在这附近搜搜看。我地狱是蛮不错的，可是因为地狱它的东西还是要烧，然后蛮吃能量的。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就先慢一点哦，就慢一点，先从这种小小的矿物啊，这个其实都很值钱，我们就把它给带回家，这些都把它带回家。而且我们现在挖矿速度这么快，应该是蛮方便的啦。哦 ，fuck！ 哦，差几嘞？拜托，悠闲生存哦，麦克搞可以惊好，我麦克不给你拜托。Anyway， 天哪，年纪大了真的不能这样子下呢，越下越可怕呢，我都快要把这个麦块当列入我的那个恐怖游戏清单了，真的，吓死，尤其是那朵花左右没声音，讨厌又麻烦，已经够讨厌了，绿色原本的就已经很讨厌又很麻烦了，现在给你来一个这个，不是你，很可爱，出来，太多了吧，我怎么在这样谁是谁？这些都是和平生物，而且重点是 ，Hello motherfucker！ 哦，悠闲生存啊！好了，看一下怎么做。铁指环、岩浆桶 ，OK。这是什么？岩浆灯？为什么？啊，完了，和商表不一样，做成别的东西了。哎呦，然后三条线跟黑暗物质，钻石加永恒，有了黑洞戒指，进去再出来，有了这个戒指呢，我们就可以放在背包里面，然后呢。按下右键，它就会吸进来，方便又有趣，非常好。好了，今天的实况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